上总是少了点什么东西。大家好，我是王狗。那先前呢，我在网络上面看到一篇文章。你就说男留胡子十天最有魅力，好像真的有这么一回事。而每天刮胡子的我，好像真的比他们少了那些熟男的魅力。所以我决定了20天留胡子计划开始。这名字会不会太草率了？终极20天魅力胡子男养成计划开始。大家好，今天是留胡子挑战的第二天。为什么会突然挑到今天呢？因为早上我朋友知道我在挑战这个留胡子，所以他拿了这盒东西。如果我挑战失败的话，我就要从这盒里面随机抽取一个惩罚。我还蛮好奇这里面有什么惩罚，我也不知道，我就来跟你们一起开箱吧。我还蛮紧张的。第一个是祝闹鬼圣地一天，这个我可以接受。第二个是刺一个胡子刺青，胡子刺青是要刺在这里吗？这样很奇怪，不要好不好？第三个是参加胡子俱乐部，胡子俱乐部是什么东西啊？胡子俱乐部，你整我吧。至于怎么决定我是失败还是成功呢？这种会保现在的照片跟20天后留完胡子的照片，同时在3月28号 po 在我的社群网站。如果胡子照的赞数比较少，就要接受这个惩罚。规则就是这么简单，那就请大家踊跃去多赞胡子照啦，拜托！希望那篇文章不是骗人的。最惨的是，有一次我去
是要证实这篇研究嘛。喜欢我的频道的话，可以帮我订阅、分享、按喜欢。电台我是王狗，我们下次见，拜。